见过这么大的红螺吗？我第一次见啊。这个口针是红色的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这个海螺一个8两左右，不到一斤。这个壳我要了，回家当工艺品。精华还在里边，没雕出来。来，你就甭管了，我就直接上嘴吧。直接哥咬一口，我看看。牙口好了，还行哈。绝对没毛病，这是老火了吗？